者是诗影综合报道。卖座电影续集《紫砂二》上周曝光全新加料版预告，总爱开炮酸 X 战警的死侍出了座上 X 教授伦理恶搞，还说要组队 X 特工队。该预告夯到连神力女超人盖尔加朵都注意到，还截图死侍的手势，在推特及 IG 标注男主角莱恩·雷诺斯猛亏老熊偷了我的造型，相当逗趣。虽然神力女超人和死侍分属 DC 及漫威两大不同阵营，不过这种良性互动可以轻松跨越公司藩篱。当被亏偷造型后，莱恩也分别的推特及 IG 回应，模仿是最真诚的偷窃及在加拿大是叫借用。网友见状也敲碗要看神力女超人大战死侍，还有人回瓦干达莫罪，据说这个姿势和黑豹的致意手势也很像。死侍二包括死侍莱恩雷诺斯、凡妮莎莫莲娜巴卡林、青少女弹头布利安娜海德布兰德、钢人史蒂芬恰比西、黄鼠狼体。